怪你什么？你出差怎么样？也习惯了吗？习惯了以前一个人的生活，对吗？习惯了又怎么样？很无趣。这样，我可就看不到你了。刚才不是还想让我说点什么？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想让我有什么反应？长夏是天气晴朗，我的消息你都回，我想你应该一切都好。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真是请我来看电影的？那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吗？